届，刚刚不是说汤吉宝是十八届最有气质的女生，然后十八届最帅的时候不甘寂寞，所以要 Q 他一下，德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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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站啊，站一下，哦，好了，他站不起来。站不起来，站好吗？不要为难他，亏你穿衬衫呢，格子衬衫。哇，那他今天鞋子有型有款。对，他鞋子今天型男的哦，超有型。型男都穿会露出肉的鞋子，真的。你看我都只能穿这种包紧紧的，才会露出肉。露出肉的鞋子，好可爱形容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也是，也是文书的组合啊。对，这一届文书还有上一届文书小将，耶，超可爱。然后还有我们诗琳，好，那今天要带来爱我别走。我们先示意，好。走在冷冷的街，我。